干啥啥不行。矫情第一名说的就是张大大，作为主持人，在人家的告别舞台上竟然把自己哭成了主角。他们明明说请我来是因为怕你们哭得不行才请我来，怎么最后会搞成这样。谭维维一首歌唱完，本来有点想哭的，但看到张大大哭却忍不住笑了。难怪李丹会这样吐槽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张大大的经纪人是谭维维，就连玩个蹦床游戏也能鬼哭狼嚎。很郑重吗？我怕我飞出去。不会，等着自己到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当他看到气球时，张大大又开始他劣迹的表演。我昏过去的，我小时候被炸过，我被炸过爆米花机，所以我就怕炮仗什么的，我不敢放烟火。我可以申请把这个拿走吗？我直接摔到泥地里可以吗？快点。在得知要在水里玩游戏时，瞬间打起来退堂鼓。你说在陆地上吗？水里啊，陆地啊，这是陆地，这是陆地，这不是水里不是陆地吗？被要求下水时，人家女生都没说什么，张大大却是一副天要亡我的表情。怎么下去啊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滑不下去啊，我不会游泳啊。你说一下他怎么了？他让我滑下去啊。我推一下。我真的滑，我会哭出来的。果然张大大为什么销声匿迹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